我们是从今年的3月25号开幕，啊，至今呢生意都还不错。我们目前，我们的目的是目标是朝特色民宿方向来努力。目前我们是开放5间，只开放5间做一般民宿，后面还继续还在增加到15间。我们以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做一些特茶，还有一些下午茶等等的，我们可以还提供给旅客有清朝马祖的清朝茶，我们介绍马祖的清茶，我们也种植一些马祖的清茶，让观光客了解我们马祖的这些一些清茶的特色。我们会非常努力的经营这个民宿，刚好现在是旺季，目前都是客满，几乎都是客满。非常感谢政府对我们的这个辅导，对我们的这个照顾。以后我希望政府还给我们多支持，因为南竿的特色民宿目前还很少，我想朝这个方面来努力。